不是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我们已经在这边纠结很久了，我相信你也不想要在这边纠结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个什么，我们讨论一下，我们讨论一下。我们可以讨论什么？怎么办？我没有什么可以跟他讨论的。那个啊，还是这位大哥，你喜欢吃抹茶吗？我可以给你推荐几间就好吃的那个抹茶店啊。然后你跳完之后，你就可以去吃，对吧？对吧？但首先你要先跳完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就是你先跳完，我们才有未来。真的，真的，你要先跳完。所以说，一点点，一点点跳。不是你不喜欢吃抹茶吗？不然你吃不吃可丽饼吗？可丽饼给你推荐了。上去一点点，就一点点，就一啊，一点点，跳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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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嘛，大哥，你对可丽饼还是有一点兴趣的吧 ？OK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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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啊，我怎么上去啊？我不知道要怎么上去。如果我这样子。